老人院一直是老人们恐惧和避忌的地方，一旦住进老人院，就代表他们会在那里孤独终老。然而对于无依无靠、膝下无子的单身老人而言，老人院是他们晚年的安乐窝。坐落在雪兰莪舒邦新村的慈航千百家协会是一间具有32年历史的非营利机构。该机构不单有老人院，还设有中风物理治疗中心、辅助单亲妈妈计划及聘请老师为新村贫困的学生补习。是创办就是这个我们那个长太哈，他是一个佛教的居士，他很想创办一个这样的团体来帮忙社会那些不幸的人士，他们就人家介绍他来找我们这一班人咯，所以我们就在1986年我们成立这个慈航千百家学会。张太他是一个居士，他说他我们起名这个慈航千百家学会，他说也很好啊，慈航就是观世音菩萨，他还没有成佛，他道家这个人生去照顾那些那些无依无靠的人，那些穷苦的人，所以他把慈航千百家学会加起来，他就说观世音菩萨、道家、这个三宝的世界啊，这个船呢载着千千百家的苦难的人们去度过这个苦海。所以他说慈航千百家是很有意义了。今年71岁的殷秀荣是该协会的公关，他打从该协会成立第一天开始就义务服务到现在，陪伴老人院里的老人度过无数的岁月。他说目前该老人院共收留了40位老人，他们都必须符合特定的条件才得以入住。这个 criteria 进我们老人院的老人一定要65岁以上，但他们没有 immediately family， 就是没有孩子的。第一个条件就是没有孩子，第二个条件就是行动方便。你看到我们是在一个山上啊，那个楼梯 up and down 啊，他一定要自己去会照顾自己。当他们在这里行动不方便的时候，是不是他老了之后他会行不方便，我们就会送去外面那个 nursing home， 那些要给钱的，我们就好像我们照顾不来的，我们就会送去那个 nursing home 了。慈航千百家协会依山而建，一楼为办公室、会客室和物理治疗中心，二楼则设有大殿、住宿和食堂。老人家们每天都必须上上下下的爬阶梯运动，加上这里环境优美、空气清新、地方干净整洁，在这里生活的老人家们个个都健壮开朗，非常快乐，对前来探访的访客也非常健谈且热情。就是我们有一班这个committee， 是我们不要这些老人家就是只是坐在那边。好像我看见很多老人院的老人，就是他们怎么说，我们要他 active， 我们这他一早啊，我们就6点了，5点多这些老人就出来，我们要做他 exercise， 他们做 exercise 啊，这么我们也还有很多这些人上来拜访他们呢、啊。我要这个老人要 active， 我不要说好像没有家人，他们什么都没有，所以我们就是照顾他们好像我们自己的家人，所以我们常常安慰他，鼓励他们要有一个好的心态，虽然你们没有孩子，但是你也可以有好的心态去面对这个人生，不要说你进了老人院你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你看他们很快乐，就是我们常常鼓励他，所以当我带他们出去 activity 的时候，我就把他们穿得美美，因为还有化妆makeup， 心态是很重要的，老人的心态很重要的。午餐时间，老人家们就会到食堂享用午餐。殷秀荣说，这里的老人家们每天都进食午餐，吃完饭大家分工合作，帮忙洗碗，非常有爱。我来了慈祖3年，我88岁了。我哋住呢度好开心，做咩开心？因为呢度
空氣又好，又乾淨啦，我啲朋友又傾得嚟啦，咁啊又周時有人拜訪我哋啦，啊住我哋喺呢度唱歌啦，然後攞嘢俾我哋食啦，咁咯，嗯，好開心喺度，好開心。老實講係啦，我嚟到呢度仲開心喺屋企，因為屋企我突然間我一個人。以前我有仲做緊嘢嘅，做嗰邊嘅做烤啄啊，依又出去做磨個刀啊，咁樣啊又揸個車咁樣啊。咁到咗自己差唔多年纪大咗咯，我自己觉得认为系时候入老人院咯。好似我哋盲无目的咁样飘一个人走嚟走去咁样，啊冇个归宿感，我哋已经好彷徨。好，就只有一个老人院嚟讲啊，就一个归宿咯。变咗我哋乜嘢都唔使谂咯。我有住食乜嘢啲房租咩都唔使自己下咁嘅嘢，系你食嘅安心喺嚟叫佢休养下咯，系开心唔开心过咁后生咩？好多呢、這个好多老人院冇得度，冇一间比得上呢度噶啦。呢、這个环境又靓啦，又干净啦，好冇？变咗我哋个个住到啲几好嘅。午后吃饱饭，老人家们就会各自活动，有的在屋内休息，有的则在大殿内唱歌娱乐打发时间。当初我就行的士咁样啊，啷下啷下，你知啦，的士佬咩都冇喎，今日搵完今日使，听日搵完听日冇喎。咁样我啷啷，我睇到哇呢、这个字行咁靓嘅，我咩噶老人院嚟噶啦啊？咁样我咪哎呀，我都想入啊，我话点样我都挂佬。咁就揾咗我親戚喺度簽個名，擔保我就住啊！紅茶茶又住咗成七年啦。慈航千百家协会这32年来，依靠民众的捐献才得以持续经营。他们每个月需要4万5至5万令吉的经费，因此殷秀荣呼吁善心人士慷慨解囊，踊跃资助。是很多方面的，好像金钱方面呢。还是他们很多人可以买那吃的东西啊，因为我们除了好像我们有多余的，因为我们有很多隔案嘛，所以这些隔案也需要这些吃的东西，我们会带给他们吃。除了我们自己用这个老人用，我们还要给那些隔案，好像单亲妈妈、穷家庭，就希望新年多一点上来跟这些老人来拜年。他们很高兴，因为他们没有亲属嘛，所以新年里他就有怀旧，那些怀旧的那个思想，就是说很多人上来啊，你可以上来跟我们有一个卡拉 OK set， 很好的卡拉 OK set， 可以跟他们上来唱唱歌啊，煮一点好吃的东西啊，跟他们分享。很多那些外面的人，他们生日啊，他们家里的母亲生日，他们也来这里庆祝的哦。老人家们虽然孤苦无依，但同住屋檐下的他们互相扶持，互相照料，他们的晚年生活一样可以过得快乐自在。恭祝各位身体健康，万事新年快乐。前线视窗采访报道。